其实这本书我们看到很多杂文了，就是大概辽大师在他生平当中，不管看到一本书，或是他看到一个时事，那有感而发，又开始忍不住要来这个争点时事一下。比方说中国是中国，中共是中共，朝鲜核爆，怎么还那么共产党等等啊？不过我们还是先扣回他80岁的这件事情啊。我看到这边有一篇写说70以后呢，孔子说40而不惑太迟了，50而知天命太早了。60而耳顺太笨了，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还不错。哎，80以后呢？80就把不逾矩三个字删掉了，就是无所不为。80你想做坏事，你有能力有钱，所以不需要设限。是啊。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80而从心所欲就完了。无所谓逾矩。就没有彷徨了，因为80的能力很有限。啊。可是80有个好处，就是你们就要。你们可以开始原谅我了，因为70岁的时候、60岁的时候啊，对，不被原谅，觉得很讨厌。可一个人过了80以后，大家觉得你快死了，老糊涂了，就算了。所以80岁以后要逃跑。哦，好，接下来的这篇更有趣了，它的题目叫做《如果我活到102岁》。如果我活到102岁，大概还是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场景啊，就是还是会有一个记者会。现场呢，一定会有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哦，就甘茂大国会的问辽大师说：“请问你对女人的看法如何？”那时候102岁的你会如何回答呢？现在真的有个新的例子，我今天比较迟到，很抱歉，原因是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刘厂长老板，坐着专机特别来看我，下午坐专机走了，专门来给我祝寿。他的老子，他的爸爸。写了一个字给我，后面是102，就是102岁的老头子写的，所以我觉得，哎，有的人真的活到102。哦，哇，这个回答果然证实了老婆在现场。不过在时事的部分呢，我们也要来考考辽大师了，对不对？比方说。想谈什么？我让你们要谈到时事了。对，当然跑不了的。这样好了。结果就是什么人给你们配了？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。最好的配，就是柯P配宋楚瑜。我都还没有自己都讲。蔡英文给打败。柯P配宋楚瑜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问问看。所以你说柯宋配还是宋柯配？你再讲一次。可能形式上面是柯宋配，柯宋配，哦，宋楚瑜，等一下回来，他不会计较这个名位，因为他已经做了连任的副总统候选人，所以他应该不在那儿，所以他会答应啊。可是我宋楚瑜现在很强势一点，我们先假设，如果不是柯宋配，而是蔡宋配，什么结果？就不得了了，如果我蔡英文，我就欺负了，就是。蔡宋配总不能宋蔡配吧？宋蔡配很难，不是他们个人主观的意愿。讲到这个，我们的能干前途没有人超过宋楚瑜。就好像如果说这话都等他来这讲，我上次选市长当选的话，我比柯P还好。为什么讲这种疯话？我比他好。可惜嘛，就差了10年过去都不得，就差了68万票。对呗，差好多票。可当时我在阳明山下来，他们接我下来的时候，叫我评估我多少票选市长，我写的8500，我只能8500多。开票的时候我7900，7800多，7800。可是我对我的评估非常准确，绝不用说我会让你。辽大哥，你说柯宋配要代表哪个党派，还是都不代表党派？如果国民党现在还在不敢恢复的话。他们没有党派，因为不有党，不代表党派，就推出柯宋配。那国民党呢？你觉得给国民党什么建议？要怎么推？国民党没有希望了。不过王金平如果跟宋楚瑜搭配，又是好戏。所以现在宋楚瑜有5个选择，我告诉你们。第一个，柯宋配。第二个，王宋配。第三个，蔡宋配。第一个，谁都不配，宋楚瑜自己来选。第五个呢？李宋配。让我来选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母鸡带小鸡需要母鸡带小鸡，可是我是最好的母鸡，
我比朱主席讲话他们都比较有趣。母鸡的问题，可是我缺点是我这母鸡会踩死小鸡，很凶悍的。你可以吃小鸡。你说运送主义的行政经历非常丰富嘛，但是你又曾经讲过柯文哲在选举的时候你说他是笨蛋，到后来我看到你在这个书上又在讲说他绝对是有亚瑟伯格症，然后说大家一时疯狂也就算了，那如今你怎么评价柯文哲呢？他已经做了这么久，哎，柯文哲满足我们一个希望，什么希望呢？就是除了两个党以外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，对，他敢做到这一点，告诉我们我们还有选择，会成功，对，或者没有成功过，都不能无法突破国民党跟民进党。OK， 现在给何必帮我们突破这个？那你要不要评价一下那个《邮报》《琵琶半遮面》的朱立伦？朱立伦，没有希望。我记得你在我们节目中对他的评价说他望之不似人君，这样。我太吵了。在中国我不迷信，可是觉得他这个没有这样做法，就是你没有战斗力，你卡位你会耽误别人的机会。所以你觉得王金平还比较有机会？王金平的人事关系非常好，你们大家不要搞错，王金平是有功于我们的所有人。什么原因啊？他做了16年的立法院长，他使民进党变得腐化，民进党跟国民党同流合污，这是王金平的功劳。我们民进党整天上街抗议多麻烦呢，可是王金平跟摆平民进党就是迅速消灭历史协商啊，这是王金平的功劳，使民进党国民党化。